哇，好暖 Q！ 哎、欸，来哦，回去哦。嗨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看到那个徐威涵海春。他的粉专，他来到台北国际电玩展，他会久违的 cosplay 神魔之塔的角色，马不停蹄的过来找他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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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巴为什么在外面？可以跟工作人员说要去找他，要说暗号，暗号是0000。这个零这个密码设跟没设一样。好，我今天呢就是带了新年魔术要来献给他。那、啊、你有来过南港展览馆吗？有来过南港展览馆求职。雅虎办公室，但是他们是雅虎的小编了，但他们不要我，欸、你们的损失。哇，那广告的还是这样子 ，Oh my god！ 到了，海豚，那个红色的，不好意思，镜头没有那么远。台北国际电玩展，哇，第一次来电玩展，哇，这里好大呀！这等一下就有活动，超多媒体。哦，要去找我的未婚妻了。电玩小学校，我们今天一个小挑战，你看到每个游戏要加一个字。飞染天空龙。你刚刚说复活银邪神，没跟你讲的。又怪在我身上，我发 Q 哦！我们以后看一下我们星球重启秋，必然抛航线，少女前列腺，真空之马眼，赛琳姐，哎，超大皮卡丘，好可爱，找我们去抽完。宝可梦，宝可梦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秘密还不能跟你说，可以放在那个盒子里。真的可以玩。我看到一个 cos 很浮夸的，他的 cos 跟欧尼基里哦，非常一个御饭团呢。住了，然后这个帽子又太小，所以我是用夹子后面夹起来的。刚就是屁股平的，然后稍微再加屁股的交叉。来，我把裙子，我好像套 T 我。哇，第一次跟这个头这么大的女生。好大头枕啊！这是你们去了14天日本拿回来的东西。没错，马上来一个正宗日本日式的一个新年魔术。哎，对对。这是一个幸运的签，上面呢是有一些短的绳子，但是其中一个是长的就是连接这个幸运的铃铛。对，1、2、3、4、5，如果选一个号码，对，我觉得是四。啊，是吗？嗯，是吗？是。对，慢慢揭晓哈，你先把一抽出来。一是他吗？对。Oh my god！ 五号了，五号。为什么这么随机？随机。再抽，最后一个是这个吗？对，应该不是吧？对对对，试试看。哎，是我哭，一二三。哦，哈哈哈！各位观众，哇！你的幸运铃铛，这个直接命中了。真的吗？这是魔，这是你们的贡献啊！就像我遇到你一样幸运。哎，来哦，回去哦，回去哦。一个新年祝福的一个魔术，对吧？你今年是非常幸运，心想事成，耶！谢谢大家，这是我幸运饭团，真的，新年快乐！昨天现实动态不是说你有一个性感的部分是什么？我的背啊。
哪里？只有头发。哦，有哎、欸，真的耶！一柱擎天。这还是、啊、一线天，根本就看不到呀！干嘛？干嘛？什么一柱擎天？那一线天，一线天的，那你、那你嘿，是因为一线天都看不到。看一下，里面没有、欸，真的没有。这边我还得穿 New Bra， 不然意义在哪里？另外一个一线天有吗？那太白了，看不见。有啦，哇，好暖 Q 哦。